50/50 成员与制作人和代表撕破脸出走，说是公司 Attract 也陷入财务困难，去年找到新加坡富豪杨康林进行投资，据传杨康林就是驻韩超富族中新加坡富豪杨大卫，他透过长青集团投资了750万美金，但近日经传杨康林因伪造财务资料在新加坡被逮捕，新加坡警方表示杨康林透过集团旗下多间公司发行承诺10%利润票据来筹资基金，投资者检举杨康林挪用资金还有疑似造假财务报表，因此新加坡警方展开调查， Attract 是否能顺利获得投资金也再次陷入不确定的状况，让网友们都感叹 Attract 代表真的是多灾多难，9月就要回归令人担心， 50/50 行路坎坷。